这是化妆品行业10年的年报，这是 IIS 公司成立以来的各个不同的案例，我都帮你整理好放在桌面里的文件夹了。你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多学学。其实，他们回避你，并不是讨厌你，他们只是想更快地完成工作。我并没有说怪大家，毕竟我。 这个是公司打印机、扫描仪，各个项目不同流程的规章制度，你先学学。还有 Office 软件的入门教程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问我。还有什么难处吗？我都可以教你。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过。 沈总，你帮我整理这些，肯定浪费你很多重要的时间吧？要不我请你吃晚饭，以此作为我对你的谢礼。不用了，我女朋友还在家等我回家吃饭呢。哦，你有女朋友啊？好羡慕她呀。可是我连朋友都没有。 更别说一起吃饭的人了。好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嗯。喂，孟回。啊，晚上我能不能带一个人一起吃饭？ 其实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要不要把他介绍给你？晚上我约了人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不好意思啦。没事，拜拜。怎么说啊？我女朋友今晚有事儿，要不改天吧？没关系啊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吃啊！我知道有一家新餐厅特别好吃，走啊。